开车安全那种，是不会很恐怖的，安全第一。我觉得元宵没差，因为我们是很明显在车上啊。那难道现在不在车上吗？我在。感觉只有当兵的时候才说什么，垃圾桶里面，垃圾桶里面不能有垃圾。然后什么那个洗手套一定要是干的，我觉得很扯。哇哈！还是说什么下雨不能用雨刷，因为长官要看外面。这逻辑是通的、啊。没有，是说这是跟军队逻辑一样。不然为什么洗手槽不能是湿的？为什么垃圾桶里面不能有垃圾？我有当兵。啊？为什么当兵？为什么当兵学最多就怎么扫地？你有人问的问题啊？我学最多不是怎么扫地啊？为什么当兵学最多就是推过山头掉？你有问的问题？因为那也是一门艺术，好不好？那是让你生存的重大的方那个。不是，可是这门艺术不应该在当兵学。那个太白了，我拍不起。对。This is a snow-covered mountain, but yeah, you still can more or less see it. 这是开从 Seward 开往 Anchorage 的路上，现在是晚上8:25，但是。有点亮。